点轻松，但是却快轻松。对于这样在 MV 里大秀饶舌，还不忘在镜头前酷酷耍帅，这是我们认识的 Jason 唐志忠。不过他私底下却是个居家的大男孩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 Jason， 欢迎来到我家。延寿街楚留香所住的地方。走进 Jason 家，光是九十几双球鞋就把鞋柜给塞爆。不过他老早设想好了，对，我特别设计我的鞋柜可以摆九十双鞋子，但是你看到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我们再来换个角度，另外的鞋柜的方式。这就是我的鞋柜，用拉的方式呢，就可以节省到很多客厅的空间。装潢砸百万，设计通通自己来，把屋龄二十年的房子重新拉皮翻新。但这都不稀奇，这些鱼宝贝才是他最挂心的，每只都叫得出名字，还会不时跟他们说说话。非常有感情，像我这次出差一个礼拜在中国回来，看到他们，我都跟每一只聊聊天、讲讲话。我会跟他们讲话支持他们，但感觉到他们有在听，他们也会跟你们。对，哎呦，灰心了，灰心了，灰心了！哎呦呦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爱玩音乐的 Jason 还在家里特别打造小小录音间，不时来个即兴创作。This isn't how I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. Spell time, Mr. Tang, get out from the stream. 这听到的节奏，然后就可以唱自己想要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Jason 下手买屋前看了大台北地区六七十间房，多看屋再比价，丝毫不敢马虎。毕竟打造人生的第一间房实在不容易，对他来说要住得满意更是他所向往的生活方式。